是小柯。我现在住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比较独间式的，然后你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那种走道，然后再往下走。而且呢，其实到了晚上，外面的那个窗户都是黑黑的，其实反而你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面呢更加的安静。因为我们已经住在森林里面了，那这个窗帘呢，其实如果我装上去，我想我也都是一直把它打开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不用浪费这个钱。其实外面，其实大家让看出去就是有那种窗外的景色啊，都有很多的树啊，然后还有就是你还可以听得到那个流水的声音。到了晚上呢，哦，可精彩了！外面是没有灯光的，只有我这个房子里面是有灯的，就有一些蝴蝶啊，或者一些蚱蜢啊，就会敲我的玻璃，你知道吗？我个子娇小，但是我喜欢什么东西都很大，我觉得有点弥补的心态。那再加上其实我的房子本来就这么大，如果我的这个沙发只有两个人可以坐，那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浪费出来了，所以刚好摆这些家具啊，整个空间感啊，这是刚刚好的。